是陳志全議員。政線總署。是，唔該主席。剛才呢，我聽到副局長答咗嗰個七個申請呢，嗰個我真係聽得唔係好清楚。講緊呢七個申請係咪就係話多過4000平方米土地擁有人嗰啲業權人就入咗嘅申請？如果係嘅話，請問呢個申請係你哋幾時開始接受佢哋嘅申請呢？個申請期係去到幾時呢？你剛才答就話唔能夠披露資料，因為呢就要等過咗嗰個城規程序呢先至係會能夠即係講出嚟嘅。咁但係呢個係咪又係你哋行之有效嘅做法呢？咁如果呢個程序係要等過城規程序，點解你又唔係等過咗城規程序至開始接受呢啲業權人嘅申請，或者過咗城規程序先嚟我哋呢度攞錢呢？局長有冇補充？係，多謝議員的提問。剛才就其實張議員都提供了，就是地政署呢是2月24日開始就是發出就是可以接受這個申請的那個作業備考的。那由那天開始就接受申請，那我們暫時是沒有什麼截止的期限。那不過直到目前為止收了7份的申請，那我們其實就地政署咧都仲係處理緊呢個七項嘅申請。咁頭先我初步講咧，就係因為根據嗰個作業備考咧，我哋嗰個最後嗰、那個無論批准與唔批准呢、這個換地嘅申請咧，都會要等待呢、這、一個分區計劃大綱圖獲得呢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之後，先至會正式批准。